咱伫东大，这个所在是真水，也是吼，甲咱真有缘。多少年呐、啊？每一回呢，我来到台中，绝对一定爱甲时间抽来东大，来看看这片云啊，这片地啊。一直都是一个基台，基台这片的荒地啦，会当呢，在咱的世代企业里，可以发挥很大的良能。上人说，大家要好好的珍惜这一份缘分，在这个有方有缘、充满人文艺术的优美环境。